就腰部像闪电一样颠倒，开始神经就异常了，感觉有点崩溃，这样自己好像感觉没有用处了，这样。现在我现在像一个像类似玻璃娃娃一样，骨髓已经被侵蚀，所以他现在骨头非常的脆弱，所以不能有任何的碰撞。一时间没有办法想象家里支柱的爸爸突然就生病倒下，然后在医院没办法自己行动，就想要多照顾他一点，陪伴着他走过这些疗程。